这纷纷飞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我若深情大家好，我是阿西，我现在在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下面的一个县城克东县，昨天晚上到这边住的旅店，暴风雪，今天早上起来还是暴风雪，现在雪下的还是特别的大。路两边的积雪已经堆成山了，现在的话我准备去逛一下县城边上的公园，然后中午的话先去吃个午饭。哇哦，鹅毛大雪。旁边好像是一座学校，现在正好是放学的时候。我说怎么这么多人走在路上呢？克东县实验小学。这里就是二棵山公园了，那座山上面。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步行的，是用来供市民行走的，所以它清雪清得非常的干净，看到了吗？感觉比那个路上清的还要干净，可以让我们直达公园。今天的温度还可以啊，刚刚飞了一下无人机，还是能飞起来的，还没有把那个冻到飞不起来的地步。我们现在继续往二棵山公园出发，就是早上还没有吃饭，中午都没有吃饭，先去逛一圈然后再说吧。这里平时应该是一片地啊，一片地，旁边是公园。这条路在夏天的时候应该是绿树成荫啊，今天风有点大，它会把这个树上的雪吹下来。整个山上面都是雾凇啊。二棵山，这里是山脚下的一个健身公园。嗯，也许一辈子就来一次的地方。克东县。来了一次之后永远不知道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了。这路边的树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看一下。这是一片未被世人世俗的领域。
傻狍子就是这样走路的。哇，这个雪是真厚啊，一脚下去，哦，夏天这个公园应该挺热闹的，看一下今天能不能爬到那个山顶啊。逛到这个公园的门口了，艾克山公园，但是我不知道上山路在哪里，现在去找一下吧，看看上山路在哪里。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路啊。嘿，我现在准备把无人机飞到上面去看一下，我就不爬上去了。刚刚飞无人机上山看了一下，我发现上山的路就在这个两边啊，这个石碑的两边，但是被积雪覆盖了，可能会比较危险，所以的话我们就不上去了，因为雪天路滑，万一滚下来了就完蛋了。现在把这些无人机收一下，然后我们准备去县城，东西已经收好了。这里二克山公园属于县城的边上，挺远的，我走过来走了3点几公里，中午早上都没有吃饭，一路走过来的。我去，感觉我饿的胃酸都翻上来了。
赶紧得去吃饭。又回来了。这路上好像还是洒水清雪的，这样今天现在清得非常干净了，看到了吗？路面都没有雪了。找到一家板面，然后随便逛了一下，现在已经快天黑了，4点钟，灯基本上都亮了。下午已经不下雪了，然后今天下午他们应该路上道路的积雪都清掉了，就是国道上面的，明天就可以正式出发了。刚说不下啊，这应该是感觉是风把那个屋顶上面的积雪吹下了，下雪不是这种感觉。买了一瓶水，然后还有一个火腿肠，一个娃哈哈。今天就出去逛了一下，晚上的话还没吃饭，等一下再说吧，现在还不是太饿，下午吃的晚，2点多钟才吃的，衣服又脱的差不多了，然后好久没有喝过这个小洋人了，然后今天刚好去买水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回忆经典，AD 钙奶，不过这个还不是经典的包装，经典的是绿色的那个包装。哎呀，睡了一觉，醒了，看一下几点钟吧，快7点钟，也没有睡多久呀，喝口水吧，好渴一个。晚上点了一份这边的麻辣烫，好像科东这边麻辣烫还挺出名的。还行，闻着挺香的。他这边麻辣烫是我见过的第一次这种就是点餐模式，不是像内地，比方说这一串1块啊或者2块，它是一个套餐，比如说点一个20块钱的套餐，然后你可以自选。就是这些菜品标价都是零，然后它有一个总价，就是比方说是20啊、15啊、25啊这种。第一次见这种。这是什么？千层饼啊，哎呀。送过来还蛮热的。手拿着还有点烫手，
它这个盒子我也是第一次见，它上面是圆的，底下是方的。哎呀，这底下是直角，这种盒子我也是第一次见。刚一摸也不是圆的，哎呀，嗯，笑脸。在这个小旅馆住了两天了，明天出发了。看了一下天气，接下来四天没有雪，可以稍微赶点路了。对了，我发现一个就是这边的一个，不能说是，就是好像大家都这样做，就是堂食的店不提供这种纸巾。我到东北来一家都没有，就所有的店，我不能说所有的店吧，就是我去过的店当中都不提供纸巾。可能就是这就是南方和北方的一个区别吧。有知道的东北朋友可以评论区给大家科普一下，让以后来到东北的人有一个准备啊，不然大家不知道。吃完饭，这里距离哈尔滨还有270公里左右吧，一天到不了，明天后天应该就能到达黑龙江的省会冰城哈尔滨啊。可惜的是现在的冰雪大世界还没有开，还要到12月月底，就是天气最冷的时候才有冰，就是说才能造好，现在没有。去看看吧。哦，完了，我想起来了，哈尔滨还是禁摩的，我进不去啊。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骑摩托车根本不可能环游中国，或者说走遍中国所有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太多的地方禁摩了，比如说哈尔滨，像北京那就更严了，是吧？我感觉如果有哪一种交通工具能够真正的骑着它到达中国的所有城市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自行车。几乎可以说吧，只要你步行可以步行的地方，自行车也都可以去，也都可以去。就算是你开车，你都不一定能到中国所有的地方。为什么？知道吗？就比如说北京外地车就进不去，或者说它是有条件的进出，有条件的进出。反正哈尔滨好像是进不去，禁摩很严格，听说。然后看情况吧，不行我们就直接绕过去。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